あった、これでしょう。これ YouTube で見たやつ。あ、你好。あ、大面線、大臭豆腐。两个大的。两个都大份。啊。你要带着这里吃。这里吃。海苔，我买的海苔，你要不要吃了这么高了？不用了啦，你再吃，你这小孩就没了。乖，再去买就好了。不要对你小孩那么坏。我要黄金。黄金要呀。我不要大便，谁要厕所找谁都知道，你还要做什么？要做了，好，就，啊，那这边可以吗？不行。看到你们的影片，看影片，那个日本人上传的影片，然后我也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有传？对，那个6年、7年前，他们来过，然后他们拍这边的。6、7年前，那个戏。然后很多人说这一家好吃，所以这边。及时预约姐一家洗衣服务，即日起到明年1月31日，到全家洗衣服，全面打九折。即日洗穿不到的衣服，选择基础洗，二月再取一，可享79折优惠。高品质洗衣专家洁一家，24小时送洗取件，真方便。快下载5688APP， 预约取洗衣服务。好帅，臭豆腐。我应该要走一点点，做无缝接轨。
不爽的就对，无缝接轨，不过找了半年，那就坐在那边待半年，每个月起码每个月有薪水，对吧？你说呀，除非说蔡英文要发发那个安排的。谢谢。你现在住这边啊？啊，对，木栅那边。那你放日本两个，你大概也不会讲日文。会啊。因为 I will 难。OK， 哎，怎么？回去。谢谢啊。对，一百一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这样不会冷吗？可以。你还骑脚踏车？对，骑脚踏车，骑一骑就暖。但是后来刚骑会很冷，对。谢谢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下次再来，好好好，谢谢，便宜人家一点，哈哈，谢谢谢谢。你要不要吃泡菜？泡菜，嗯，喜欢送你一些吃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你打麻将吗？優しい老板。谢谢谢谢啊 ，OK OK OK。这个你爱吃哦。嗯。哎呦，不错。跟白饭一起吃。啊？白饭跟白饭配。这很酸的配白饭。对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你要袋子吗？啊，要，不好意思。你们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早上到十点半。早上到十点半。到晚上到八点多。八点多。嗯。有公休的时间。比较少。比较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谢谢你。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うまかった。いやここはなかなか分かりづらい場所だけどうまいです。タクシーのうんちゃんも
食べに来るぐらいだからうまいんだろうね。